哦，不考虑就行，来帮忙点点赞啊、哦！然后你们猜一下我在这里等什么？咱们直播间250位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猜一下我在这里等什么？我在这里等谁？阿洛大意了吗？大意了的啊，阿洛大意了的。你们说我在这里等什么？等谁？等阿洛？还是等什么？来，你们猜一下，我看谁猜对了，我看谁猜的对。你们都以为我在这里等阿洛是不是？我不是在这里等阿洛，不是。对，有些人猜对了，我在这里等曲布。那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等曲布干嘛呢？我跟你们说啊。刚才曲布把我叫到这里来，他让我在这里等他，然后他有一些话要跟我说，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哦，但是我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应该还是比较确实有事要跟我说，我不是要干一架，我跟他干什么架？我在这里等曲布，然后曲布他说，他有事要跟我说。就是反正比较严肃的，应该比较认真的跟我说的，我没事嘛，我就在那等他嘛，我看他要跟我说什么嘛。来，咱们直播间700位哥哥姐姐们啊，咱们帮忙点点赞啊，把点赞点上去一下啊。每天都坐在车上演戏，我演什么戏呢？这个小花小草，姐姐，我演什么戏呢？我有必要演戏吗？我演戏干嘛呢？我又不用你给我刷礼物。也不用你跟我，我也不是电商，我也不卖东西，我演什么戏啊？这曲布怎么还没来啊？脸也不露一天天的，你们都要我露脸是不是？我露脸也没事的嘛，露脸就露脸嘛，有什么嘛？有多少人要我露脸啊？都要我露脸吗？我觉得你露不露脸无所谓的嘛，都要让我露脸是不是？没事，我听你们的，主要是我听我直播间加入粉丝团的这些家人们的话。你们说让我录，我就录，有什么嘛，无所谓的。来，曲布来了。等一下，你不要着急嘛。等一下，曲布来了。你等一下，我不知道曲布要跟我说些什么话啊。他说让我在这里等他，我等了。我们看他要跟我说什么嘛，或者是要想对我做什么先嘛啊、哦，没事，我不怕啊，我今天我一个人我也不怕，他让我在这里等他，我就等他嘛，没事，我有直播间这725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帮我做事，你等一下嘛，你等一下，我说句话先，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。现在我在这边，是曲布让我在这里等他，我不知道他要对我说些什么话，或者要对我做什么，但是我今天也没有带别人来，就我一个人啊、但是我不怕，咱们有直播间有769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在直播间，我相信他应该也不会对我做些什么啊，对不对？你网络有延迟吗？感谢这个严渣大哥加入粉丝团啊，咱们800多个哥哥姐姐们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放在旁边不要说话，我们看到啊。行，那也曲布来了，我就把手机放在旁边啊、是曲布把我约到这里来啊、他说要、跟我说一些事情，然后我不知道他要对我说些什么啊、或者是对我做些什么。现在曲布已经到这个车的旁边了。没事啊，咱们直播间有933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，在直播间，咱们不怕，今天就我一个人，有什么事你们帮我坐着，帮我看着，好不好？
直播间各个姐姐叔叔阿姨们啊，曲布要做什么干什么说什么话，咱们直播间现在947位各个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能不能帮王菲作证，能帮王菲作证，能帮我作证的够不着扣个一，我就一直开着直播嘛，我们就看着他他要怎么样好不好，谢谢你们啊。然后你们没有加入王菲的粉丝团的加入一下，点开这个黄色的信息加入粉丝团，加入了粉丝团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你们点开这个黄色的消息信息啊，加入了粉丝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，没有加入的大家加入一下啊，等一下，好好，我马上开门，马上开门，你不要着急啊。行，那咱们直播间1000位各个姐姐叔叔阿姨们啊，帮我看着，咱们一起看曲布他要做什么啊，他帮我约到这里来的啊。行，你在哪里？我在阿陆家这边。来，干什么？王菲啊。嗯。不是，你怨我来这里干什么吗？就是今天，哎，你对着我们说，面对着我们说，就是今天我想跟你好好的谈一谈嘛，那个，好好的谈一谈是不是？对啊，咱们那个老师这样子也是，感觉也不，也对咱们两个都不怎么好，感觉咱们两个是好好的谈一下，应该。你看。来，咱们直播间1000位各个姐姐们，把我费点点赞，不然这个直播间就变模糊了。咱们直播间有1000人点赞才2万，点赞应该到10万了的。如果点赞太少了，一会儿就看不起了，变模糊了。啊，你的意思是咱们要两个应该要好好聊一下了啊？这样子闹来闹去也不是办法，是不是？你也闹不动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闹不动了？啊？我觉得话，咱们那个确实不应该这样子的。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今天我想好好跟你说，然后那行，我替直播间各个姐姐们的叔叔阿姨、各个姐姐、直播间所有各个姐姐叔叔阿姨们啊，你们说咱们要不要跟他谈？咱们先看他要说些什么话啊。其实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谈的，但是既然你有事要跟我谈的话，那你谈嘛，来，我听着。你看我想让你把阿洛让给我。你看你的话，你看你又那么有钱，你家里面也那么有钱，你看你这开着也是个80-90万的车，那么豪车。然后，你看你，你看你旁边你旁边你旁边的话，那个美女也那么多，也不止，对吧？也不止阿洛一个嘛，你旁边美女那么多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话什么？你说我旁边有美女那么多，也不止阿洛一个。你什么时候看到我有带过其他美女啊？你那么有钱了，找个漂亮的女朋友，那不容易吗？对吧？哦，好，我听明白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啊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你看我的话，你看我的话，家里面也没什么钱，然后什么？你看，好不容易有阿洛那么一个挺好看的一个阿洛，你看别的女朋友别的好看的女人的话，都没有机会去聊嘛，是不是？我没听明白，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。我还是有点没听不听不明白他要说的什么。
来，你重新从头到尾再说一遍，我听不清楚。你看着我们说来。来，你看着我们说来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想说的是，你的话又长得那么帅，啊，人也长得帅，那个车也是开的八九十万的车啊，八九十万的车，八九十万的，你看你的话，在那个大城市里面，大城市里面美女也那么多，在郊区的大城市里面，美女都可以你。都不是你去选人家，都是你在挑人家了，你的话啊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觉得阿洛，我就是想咱们两个也好好的，咱们两个也以后做个好朋友什么的嘛。啊，做个好朋友。对，做个好朋友，然后我就想让你把阿洛让给我。把阿洛让给你？嗯。你这是怎么想的？这个就是你今天要找我好好谈谈的，好好聊的这个话题是不是？嗯，是的。你看，咱们两个每天都这样子啊，斗来斗去也不怎么好。我没有跟你斗，我谁跟你斗了？就你一个人在那里斗。不是，曲笨，我这么跟你说吧。嗯。你这么说的好像是我把阿洛抢走了一样，我没有抢你的阿洛，是也不是你的阿洛，人家是自己，人家是阿洛是自己的，不是你的啊，所以我没有抢。第二，人家阿洛不喜欢你。第三啊，你看看你来，人家只要阿洛不愿意嫁给你，你就把人家的牛，阿洛家欠你家你们家的钱，你就要去背人家的背箱啊。